菩萨，感恩卢队长。哎，卢队长。这是我的外甥女，她是2000年属龙的，请帮她看看她的图腾，她身上有灵性吗？有。哎呀。你的外孙女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身上有一个灵性。什么样的？是一个女的老太太。女的老太太。你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啦？人家都被你吓到了。女的老太太。就像你的妈妈啦，或者她的爸爸的奶奶啦，就是这种。她奶奶外婆都活着。他外婆呢？哦，外婆是我。哦，我忘了，我忘了是。你别紧张啊。好的好的。外婆也活着。对对对。他小时候有没有一个女的老太太领过他？啊？有没有人领过他？从小领他，领养大有吗？把他领养大。不是领他，小时候看住他的。照顾他的。就是照顾他，除了你之外，有没有一个阿姨呀、照顾他，很喜欢他的？你们请过阿姨没有？他两个月就是我爸，他一直带在身边的。有没有请过人照顾过他？你有没有姐姐妹妹啊？特别喜欢他？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有一个特别喜欢他的有吗？有一个，是不是我的妹妹啊？啊，死了没死啊？大妹妹死了，死了对不对啊？对。啊，是不是瘦瘦的？跟我差不多高的。啊，瘦瘦的，这个眉毛这有点弯下来的，啊，下巴壳这里有点尖的。但是他也早就死了。我看不就是这么看这些的呀？哦。这有什么稀奇了？哦，对对对。早就死了呢。你上八辈子死了，我也看得见啊。是我讲给你听啊。他是突发事件死的，突然之间。对。太对了，太对了。吓死我了。哦，你太对了，是。你现在知道了。啊，对，我是实在没想到是。没想到在他身上，你知道不啦？哦，谢谢你。我告诉你，他经常吃东西，有时候吃了很多。对，是。你别这么吓人好吧？哎呦，我太紧张了，是。我告诉你啊，吃这么多东西的时候，就是你这个妹妹在她身上，是她在吃，所以很多人为什么神经病的话，她就吃东西特别多，实际上是一个鬼在她身上吃，听得懂了吗？而且她很孤僻，她是。对。是听得懂吗？是。我告诉你，他有时候这小孩子非常善良，看见什么事情都害怕。哦，是。哦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尤其是晚上，他更害怕。晚上很害怕，听得懂吗？你以后帮他睡房里边把个灯要打开。明白吗？对，他是喜欢开灯，我不让他开灯。你不让他开灯，你是节约用电。你要让他开的，你灯开了之后，那个灵性就会少来。谢谢。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帮他念7遍大悲咒。我一定做到。好吧。我一定做到啊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个女儿她在她身上很长时间了。是。听得懂吗？我告诉你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女儿实际上一点点的自闭呀，不愿意跟人家讲话呀，又乖乖的啦，实际上已经灵性在她身上很长时间了，而且经常有时候做出来事情啊，就是说她不伤害人家，伤害自己。会流泪，会在房间里自己流泪，而且呢，一到晚上就害怕。
听得懂吗？有没有啊你？他灵性在他身上，我告诉你，你跟我记住了，这个女儿人非常的好，明白吗？外甥女啊，你知道她前世跟你什么关系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。你属什么的？我属蛇，11年的蛇。你想不想知道你跟她前世什么关系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想知道的。啊，你想知道是吧？你属蛇，她属什么？她属龙。哎呀，你上辈子是个男的，你是他的舅舅，舅舅，而且这个他从小跟你两个人，就是一起长大的，感情好得不得了，分也分不开，离也离不开，你们到现在还是分不开，离不开，是，听得懂了吗？是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现在，你看他长得高大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的这个人啊，胖了一点。啊，肚囊也大。为什么呢？就这个妹妹老坐在他的肚子上，所以他经常吃东西，觉得肚子肠胃不舒服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。啊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你看他对你好不好啊，兄弟啊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自己要给他好好念经，好吧？好。你这个人呢，良心很好，很善良，但是你唯一的呢，就是呢，你啊，惹灵性。为什么呢？你掉过孩子。是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你要把这个孩子超度掉。是，好，我一定做到。他已经很麻烦了，有一个姐姐了，妹妹了。你要把你的妹妹超度掉，大概要87张小房子。多少？87张。我给他念87张小房子。然后呢，你自己掉过的孩子、打胎的孩子呢，大概念65张。65张，我掉了两个孩子。对，一个在他身上，一个在你身上。我身上也有。你要记住了，你有一个眼睛。经常被他搞，所以眼睛经常流泪。对，是是。我告诉你，他还搞你的脚，你的关节他也搞，而且你的脚底经常会痛。对对，是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。你赶快把它念掉，你就好起来了。好吗？那其他的没什么，其实他们。现在跟我接触，他们说他们也很可怜，要叫你救救他们。我救他，我一定救他。他说你人良心很好。你的嘴巴不好，他们说你。说我嘴巴不好。你要改的。我改。你的嘴巴喜欢讲人家。我是不是啦？呱呱呱呱呱呱。我改是。少讲人家。陆在在，你帮他。他能上什么大学，什么专业？你要告诉我你有哪几个专业，我帮你选一下。他想做医生。啊？想做医生。想做医生，还有呢？讲啊。还想做律师。属什么的？属龙的。我觉得他应该学研究方面的工作。什么？研究方面的工作。研究。研究 research， 就是做一些科学的研究工作。做。他不适合做律师。不适合做律师。他医生也不适合。医生他你我告诉你啊，你问他，医生他就想做心理医生，或者就是。是人家脑子的，实际上自己他都有一些小问题。你知道吗？你问他，他想不想做那个
Do you want to do some the doctor? 可以的。Right? You want? 说可以。Yeah. What kind of the doctor? 想就。Psychology? 可以的。Psychology? 你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想考虑这个。我告诉你，你跟我记住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有问题的人，他很喜欢接触这种人。明白了吗？那么怎么给他？他有两个，要么就叫他做一般的律师。一般的。啊，不要做刑事，就是做那种买卖房子啊，啊，离婚结婚啊这种。啊。要么就叫他做 research 的这种工作。啊。明白吗？啊。哎，这孩子人不坏的，不会坏到哪里去，你放心好了。你不要太紧张他，你只是欠他很多。啊，明白了吗？那他以后的婚姻好不好？他现在几岁啊？二十几啊？啊？二十几啊？现在？他十五、十六。十六岁啊？啊。这么早搞什么婚姻了？又不是六十一了。我怕以后很难再问到您。啊。他要到二十二岁，会有一个男的出现，啊、瘦瘦的，戴眼镜的。啊，眉毛很浓的。啊，啊，这个人还可以。他对会对他好的。四年当中不错。四年啊？那你好好念经呀。啊啊啊啊！来了之后四年很好的时候，你就对他很好，念经，让他们把恶缘去掉。啊。听得懂不啦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四年之后嘛。就会有些麻烦了，听得懂吗？听懂了。你知道哪一个人结婚之前想离婚的啦？啊啊啊！都是到后来变了呀。啊啊！明白了不啦？啊啊！啊，好了。啊啊！还有什么问题啊？那你看我刚才看过我身体，我别的还有什么病吗？失眠。啊。心脏不好。啊。心跳很快。是的。我脑子会出事吗？他说什么？我的脑子会出事吗？会出事吗？啊。你多念心经。啊，好吗？好。你这个脑子会有点小事情，实际上什么小事情是多疑症。你很怀疑人家的，你什么都怀疑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在你脑子里老搞事情。我问你，你做梦经常做到有个小孩子啊，或者有人追你吗？有啊。看见没啦？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还有你家里，墙壁上、厨房间，经常会有。走动响声有啊，有啊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把家里要念经念掉，灵性念掉就会好很多了。要念十七张小房子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还有啊，贴张山水画在你们家的卫生间的门口，卫生间门的上面贴一张山水画，因为你们家里卫生间里边有个灵性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小丫头经常上卫生间就害怕，晚上不愿意去。听得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你不能再紧张啊，你再紧张晚上好了把她吓坏了。好吗？你放松一点啊。那我再告诉你，你的颈椎不好。你的右手啊，经常酸痛，抬不起来。是。看得很清楚了。好吗？啊。其他没有什么，还有坐了时间长了，右面的腿啊，大腿啊，会发麻。是的。怎么你们怎么都不鼓掌的了？我不看了。感恩菩萨。好吗？好了，好好好好念经啊，放生放生，叫他放生一千条。我们已经放生了多少？是300条了吧？我再放生，再放生。你已经吃饭吃到现在了，你还吃不吃了？好了，肯定放生1000条。好。